好，这边来为各位展示。哎，又是米库米库，哎，不过米库米库是囚徒。哎，这两个风，一哈转点，然后击球这里玩得也很好，先甩着钩，甩再甩，确定钩到，然后再打，来一刀。这个点下板，这个板比我惨，甩着钩，啊，这黑怀打得很好啊，然后这里直接出钩改路，这样他发不了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还是选择挂这里。不过这里的话，祭司来救会比较麻烦。好，囚徒位置知道，祭司右边的位置知道。对，我现在走方向右边会过来。那理论上而言，打提前拦截的话，传送回手是没问题。可是这我失误了，我是以为他往这边走，就没有，他直接绕旁边过去。那我这里就只能躲了，投到一个特色，然后直接挂。这把对面毫无悬念，四台机直接全死结束。然后你可以发现我布的那个夹子很关键。然后这里找祭司，找到祭司会走大，会走那个大道过来，先确保击球会飞，这些不打，来一刀，然后这不交传。的勾是勾到，然后这里要做的是就改几些挂。这个祭司一开都是想开斗，然后来救。所以这个祭司还不知道他要死了，哎，反应过来已经什么都没了。然后这里再发一个，然后这里这里发不了。然后这里就确保幽闭可以飞，然后看到这个囚徒在拆陷阱，然后直接放下来，这把要拿个四杀，再补一个，冲一下。抬高，啊，这个祭司还直接攻，然后打一刀，然后直接传送回去，就把钩子直接勾到他们，怀疑人生，哎呀，结束了。